呀，过马路，这边是泛美金字塔，这边是旧金山唐人街的这个领域吧。这一块是意大利街，但是往这边走呢，就是唐人街啊，叫士德顿街，是这边当地华人主要的聚集的区域吧。这边买菜买衣服，这边有衣服吗？有，对，主要是买菜什么的，这边比较多，还有卖一些，五金日杂什么的。他这个也摆到外边来卖，但是他这个摆到外面卖，可能也需要，需要经过批准啊，经过是，就是好像得经过城管的这个批准，好像是。红灯，等红灯。二了，可以过了。一会儿去银行取点零钱。我来到美国有相当长的时间了，然后需要零钱的时候呢，我就去广州米粉，从广州运过来的，3块2毛9，grocery 啊，东莞米粉1块09分一包，东莞米粉。从国内运过来的啊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我是去商店换零钱啊。比方说需要零钱了，我就拿着整点的钱。就他这个零钱指的是，比如说10块、5块或者1块，因为有的时候交电费、交网费，因为大家分摊。这个写的是有房出租415-203-0284。量房出租，全新装修，光猛就是光猛，就是指的是采光好呗，光线比较猛吧，是吧？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什么叫光猛啊，后来使劲猜，可能是指的是光线比较猛，因为需要分摊这些什么电费呀。还有什么网费啊什么的，所以有的时候需要一些零钱，要给现金嘛。然后有的时候就没有，因为我经常刷卡，所以我就换钱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去商店去换啊。前面这个车是个特斯拉，一个白色的特斯拉，它的牌照挂什么地方呢？它的牌照在什么地方挂着呢？没看着牌照呢。夕阳西下，现在是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现代人好像很少能写出特别好的诗来了，都比较忙，对吧？不像古人，古人其实在写一些诗句的时候呢，他们没有稿费，对吧？他们完全是凭意愿去写。凭这种爱好去写吧，他们那时候也无所谓发表，对吧？所以也是挺让人佩服的。后来我知道，就是这边在取款、存款的时候，中秋节大抽宾，啊，这个小猫，这是个老猫，挺可爱的，一个老猫，欣深融海威哈。后来知道他在存款的时候也可以存1美元，也可以存进去。然后取款的时候还可以挑，还可以选这个金额啊。你说你选100的，或者选10块的，选20的，好像只能是选100、10块或者20，有的可以选，有的不能选。啊，这边这么多人，所以今天就掷点零钱吧，选10元的吧。这样的就平时花的时候方便一点，省得到时候临时再去换啊。这是追公交车呢，这个妹妹。刚才有点凉，就把这个夹克衫穿上了。丰田，
这个车是什么颜色的？蓝宝石颜色吗？这个妹妹不怕冷吗？这个妹妹。这边生意好像不太好，没有刚才那边人多，这边有点冷清，是吧？看，没什么人这边。啊，我得锻炼身体了。今天上午晕了1秒钟，就是或者半秒啊，突然感觉有那么半秒钟晕了一下，然后刚才走的时候也稍稍晕了一下。所以要锻炼身体了，让这个气血运行的好一点啊！因为这两天坐得太久，坐那一动不动，可能血管是不是有点堵啊？对吧？所以人经常活动是有好处的。我看群里一位朋友说，他在国内，然后看这边还是红灯，他在国内，然后他身边一些医生呀，或者老师呀，或者一些。有固定工作的这个退休的，就是所谓的按照人们通俗的、世俗的观念比较体面的这些职业退休的人，退休几年之后就去世了。但是他原话说，农村地区有些饿得比较干巴的人反而长寿。后来我想，他这个道理可能在于人的这种经常活动。我们看到有的人他们挣的钱比较少，比方说。其实，在美国，一些打工的挣的其实也不少，一些轻微体力劳动，对吧？咱们感觉他挣的比较少，但是他在干活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也是一种锻炼吧。现在我更倾向于去做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，比方说清洁工什么的，我比较喜欢做啊，轻微的体力劳动。然后这样的，对吧？虽然赚的钱少，但实际你在锻炼身体，是吧？就是说你，比如说你扫地呀，或者你拿东西呀，你在锻炼各个关节，对吧？如果你做所谓的白领，坐那儿不动，对血管啊，对关节啊都不好，这是我的感觉。啊，这个垃圾箱满了，这个垃圾箱设计的不合理。啊，到这儿这块有一个提款机，对吧？所以我更倾向做一些比较轻微的这些工作。轻微的体力劳动，也不用太费心神，不用太费脑筋，对吧？啊，这个穿的真花里花花，穿的真花花。他是在取款吗？这是一个，这个开警车，这个是一个华人的老太太，她有差不多50多岁了吧，华人的警察，一个女的。叫华人老太警察啊，叫是吧？不知道。他等他一会儿吧。他这个颜色是挺充分的啊，这个颜色。他还得摁一会儿吧。要不然我去别的地方的银行，哎，拐角呢有没有啊？拐角没有。我不等他了，不等他了，我去另外一个地方的银行吧。他好像拿取款机当成玩具了，好像还在那鼓捣半天，估计的，让他先鼓捣着吧，因为他要求这两个提款机离得很近嘛。不可以两个同时用啊，只能一次用一个人用啊，那个机器就空着啊，就不能同时用。还是扔的，我从这块下吧。从这下吧，到杜板街那个吧，杜板街那个有那个取款机。对吧？所以这个身体需要锻炼吧。以前有一个笑话嘛，说人这个衰老啊，这个笑话说是有一个小男孩跟他爹去洗澡，
然后他爹因为做白领的嘛，然后这个头发早早就有少白头了啊，经常动脑筋，头发都白了。然后这个小男孩，然后跟他爹洗澡说："哎，爸爸，为什么你的头发，是白的？你其他地方的这个毛发怎么不白呀？"然后他爸爸说："那，因为这个，啊，我们做快乐的事情，这个就不容易白嘛，对吧？我们天天就绞尽脑汁去，对吧？"坐在电脑前面，肯定这个头发容易白啊。所以说，你做快乐的事情，那么人就不容易老，对吧？啊，这个笑话多深奥啊！有好多人听不懂，估计啊。不过不懂不懂吧，这个见仁见智，对吧？所以还是有可能的话，做一些快乐的事情。当然，那些不快乐的事情也得有人去做啊。只不过做的时候适可而止吧，对吧？就是不要做得太过力就好啊。太过力，哎，我想想，他那个银行在前边吗？有点转向呢，从这儿走吧，应该是在前边。这个杜板街这荒凉的有点，啊，他用这个挡上，这个板还没撤呢，这个板，多萧条。多么的萧条！哇塞，没有人呢，没有人，电源都看不着，电源。这个美国经济可怎么办呢？这可怎么办？哎，这个没人，这个可以，缺点零钱，就不用去破零钱了。他会马上吐出来，这个会吐出来了。多少呢？620吧，支票账户是，20也行吧，如果我选。再选几张10块的，不知道他出来不出来？他能出吗？剩一圈10块的，看他估计出不来，是吧？24张20的，14张10块的，否，不要手机，估计不行，很抱歉，哇，白输了。白输入了，哎，这个智商还是不行啊！重新插入插卡，重新插卡，重新插卡，他的智商不够用。有人等着呢，我赶紧吃完得了。有人等着呢，吃完得了。我就不应该吃他的智商。走了，让人家取吧。欧了，就取出来了。这个，所以是智商失败啊，是智商失败。嗯，
怎么有100的？我不想掷100的呀，他怎么给我100的了？我没点100的吧？这怎么搞的？他为什么给我张100的？对吧？我点的都是20的呀，奇怪哎。再见了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刚才躲在这个公交亭后边查了一下，数额是对的，因为不是取了520吗？哎，怎么我怎么取520了？不知道怎么碰巧这个数啊。那个我点的是520元，我选的是20块钱一张，20块钱一张那就是四十，不是？这数学，你如果是500块钱呢？那么这是哪条街了？这是哪条街？如果是500块钱呢？那么就是25张。如果是520块钱，就是26张，对吧？结果呢？我估计他这个取款机里边他的20块钱张数不多，所以他就给了我一张100的，其他的420块钱呢是给的20的啊，吓我一跳！秉公总堂。公道和平，什么什么？三藩市华埠天后庙街143号，有单房出租，共用厨浴包水电，底价830元，由即日起接受登记。10月2号下午20，在天后庙街37号万石记炉头冲。高价者得，这什么意思？拍卖就是说竞价呗，对吧？需要竞价，其实并不是说830就出租，而是说底价，然后大家抢这个房子吗？现在还有谁抢房子呀？还有谁会抢着租房子呀？现在这疫情这么严重，差不多都马上要露宿街头了，还有人去顶价去租房子吗？啊，全是中文，不但是中文，而且是简体字，对不？所以证明咱们从祖国大陆来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。这个哥们儿不但好点不，他还是需要治疗，他迷失在自己的。诚聘有经验、有上进心的发型师多名，做头发。他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。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上坡。护儿童服务。爱你的邻居，这个路，哇塞，这个路都整成这个样子了。这路，他是修，搞维修，对吧？他是把这个路给切开了。哦，这哥们闯红灯，直接闯。还是尽量不要闯红灯吧。黑人，过了，欧了。现在算是收市的时候了。好凉啊，这个风好凉。这个是写的什么？损坏皮霜什么什么霜剂，把皮弄坏了，
是罚款吗？这叫什么东东？栗子吗？不是栗子，像栗子，但是不知道，不认识，不知道什么东东。这个地铁站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通啊？施工好多年了，我记着在我来旧金山的时候，它就在施工，3年了还在施工，好像是哎，我来旧金山的时候它施工啊，施工的好像是，好像是就是那时候就开始施工了，速度太慢喽。也许是质量好吗？但是我不觉得，我不觉得，还是他们这个效率低。美国这边好多部门，它这个效率极低，像蜗牛一样慢。而且他们有的人非常低能，包括他们一些官方的工作人员啊，低效低能啊，就是美国好多机构的这个特点，就是扔掉的这个水果。就比方说，说这个低能啊，就比方说，你发邮件啊，就比方说给他发一个邮件，就是说美国这边的官方，然后他收到了，没反应啊，然后后来再发收到了也没反应，完了过了几天，然后他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你发的这个邮件我打不开，就比如说咱们有一些附件啊，比如说附一个什么。Word 文档呀，或者一个 PDF 呀，或者类似于什么这个那的各种 WPS 呀，各种文本格式啊，对不起，打不开。其实你就用电脑下载一个软件就能打开吗？他不会啊，他说对不起，你这个打不开，请你再给我发一个啊，再发一个什么什么格式的，他打开了啊。就是他这个低能啊。现在没什么人了，这边没来的举手，没有举手的，证明都来了。这边要收市了，这边手拉手。手拉手，这个卡车该洗喽。前面这个接口人特别多。Pacific，这个是太平洋路吗？为什么写个 Pacific 呢？我看这个是不是太平洋路啊？是，太平洋路 Pacific，Pacific，Pacific，这还有太平洋路呢，我真没注意到。你看这边，它这个生意特别好，同样是京郊青菜啊，这边生意特别好。这边在关门啊，它这个关门是用这种，用这种齿轮关。它这个是边上有三个大齿轮，两个大齿轮，一个小齿轮，对吧？利用齿轮这样来回搅啊，这样的关，对吧？用人力这样关也行吧。这样的，如果不停电的话就没事儿，不停电就没事儿。看，这就是算收市了啊，就是说它这个市场要关门了，
哇塞，打三个大喷嚏！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千万不要感冒啊！打三个大喷嚏。